六祖坛经因为胡适的研究引发学术界的论战，也促成国学大师以佛学泰斗教界、学界甚至一贯道道场都很重视六祖坛经。二十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赐，可从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六祖坛经或是坛经慧能进行搜寻，而找到很多参考资料，这对了解学界或是教界先进前辈们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是很便利的。通常搜寻结果的资料网页是依照被使用的频率排序的，可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搜寻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网站及全国硕博士论文网站。从现今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历史中找答案，希望研究不是以资料堆积为物，而是能从前人们的成就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完成新时代接棒式的阶段使命，笔者以此自勉，并且尝试用电脑程式来分析佛经经文。以下依照切合笔者论文研究范围部分加以筛选，透过回顾历来研究成果，找出当代研究需要注意的面向。搜寻国家与佛教学术单位的网络资源所得的内容很多，笔者大致以五明之学来加以分类，这个灵感是来自菩萨藏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应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一书也推崇五明，他认为五明中声明是文字，音韵学等；音明是论理学，认识论；医方明是医药卫生学等；工巧明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内明才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有情？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五明之学当然属于佛学内明的最多，语文学声明的次之，医学医方明属于教育、辅导、心理分析、安宁疗护的再次之，而理则学英明与科学工巧明的算是比较不相关而难寻。或许版本考证、文字教刊与笔者利用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数之。在谢清俊及林希和传的《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一文曾提到，资料汇集后会产生新的讯息，经相互勾稽参照，能发前人所未见，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再加上可以用计算机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和处理，古籍的电子化实是使古籍活出现代风貌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法古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但是尚未分类，如果能以五明之学分类，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可先用 Word 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助分类。因为六祖坛经的经文看心看境，不看心不看境，或是者心者境，不着心不着境，牵涉到文献与思想研究法，所以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及义理诠释学两方面来进行经文用字的探索辩证。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
本节在文献版本问题方面，将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十项，其内容含应顺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胡适先生、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曾文教授、黄灿华教授、林光明教授、何兆清教授的主张、研究成果等。在经文用字问题方面，将介绍国内外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八项，依序是胡适先生、丁福宝居士、应顺法师、潘仲圭教授、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桂南教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甲、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有关《大正新修大藏经》所依据的底本《高丽藏》，是依据北宋太祖开宝年间所开刻的《开宝藏》为蓝本，以及后来多次刻印的情形，请参考以下的内容。高丽国成宗年间，向宋廷求《开宝藏》，高丽王得宋《开宝藏》后，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1011刻大藏经，直至1025年完工，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其后高丽国文宗第四子一天1055-1101出家归佛，先后广求佛典于宋、辽及日本，于宣宗三年1086刊刻大藏经，未收佛典共4000余卷，通称为高丽续藏本。其高宗19年1232蒙古军入侵高丽，所有大藏经反军于战火。高宗23年1236重新设立都监开雕，以高丽初雕本、续藏本及文宗年间所得之契丹本互效，直至高宗38年1251始完成。简言之，高丽藏共刻造3次，而仅存的再雕本在古来各藏本中被视为经本。高丽藏于1398年传入日本，日人即奉为圭臬，现今著名的日本大正藏即以此为底本。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28年1291年校筹3种坛经一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及后来的明藏本，流行700多年，故又称流通本。第一项，应顺法师的研究所得。应顺法师佛学著作即是佛学研究很重要的资源，其中《中国禅宗史》第5章曹溪慧能大师提到很多笔者没想过的问题，但是笔者注重的是禅法与悟法解义以及依法修行。另外，在华语集第一册的《金孝顿黄本坛经》属于做产品内容的部分，可提供本论文看心看境知辩证的参考。他认为明藏本、宗宝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迟一些，次第广略不同，然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敦煌本之脱误。至于在经文校正方面举出要补或改及调整重组甚至删去等4个主张，他强调是一明本补或经补。不过坛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每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
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从以上叙述可知，不同版本的《坛经》可作为参照比较校正之用，而校正工作可说姿势体大，关系是人法身慧命，不可不慎。所以应顺法师示范了佛教学者的谨慎态度与风范。佛教道场有书记在负责寺内外交通往来文书的工作，也许各道场的书记文笔造诣水准优劣不齐，经过不同时空的禅宗发展，甚至可能与佛教法难的威胁、避讳或者其他的风俗等因素，而造成用通同字、假借字或隐藏一些字变成经文脱落的事了。应顺法师的成名著作《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对于《坛经》版本问题及演变情形做了详尽的介绍，很值得参考。提到得译本，曹溪原本也依据此本与宗宝本的关系，他表示后者是依据前者的。第二项，圣严法师的研究所得，具有博士学位又兼具禅宗灵济宗与曹洞宗传承的圣严法师，在其名著《禅与悟》一书所收录的27篇文章中，可找到六祖坛经的思想译文。在其提要的一开头就表明，坛经流传的版本甚多，本文不做考定。但是在注脚第一项就有提到坛经版本考定的学术资料，举出有关坛经的考证，最早有日本的宇景博授传第二禅宗史研究第一篇坛经考，在中国有应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此外，铃木大拙、柳田胜山等日本学者均对坛经做过考证的工作。有关坛经版本考证与经文文字方面，圣严法师认为敦煌本六祖坛经是由六祖的弟子法海所集，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而且宗宝编的六祖坛经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可能是后期经过传抄润饰而成。目前又发现曹溪本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特别是敦煌本，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版本都不一样。因此可以证明这三种版本属于两个系统，但也不能确定宗宝编的六祖坛经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第三项，星云法师的研究所得，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佛光山，笔者参访过多次，也曾参加学术研讨会而夜宿山中。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在《六祖坛经谈话》一书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现在对于《坛经》版本的考据和研究者相当多。提到宇景博授所做的坛经考，关口真大所做的禅宗思想史1964，柳田胜山所做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1967，及我国学者胡适所做的坛经考1930-1934，与神会和尚遗集等重要著作。坛经的版本可归纳为五种：敦煌本、慧心本、契松本、德义本、宗宝本。
其中据《俊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所载，慧心所编共有三卷十六门，现存二卷十一门，为南宋朝子建于其州所翻刻，流传至日本，由京都枯川兴圣寺再行刻印。而现在所说的慧心本，是指日本京都枯川兴圣寺藏本。契松本与慧心本相距约八十九年。元代森德一生感谈经，为后人删略太多，失去六祖禅法的原貌，因此花费三十年的时间，便求古本后而刊印此古本，得一本。广州报恩寺森宗宝将三本合校成一本，全一卷十品。明太祖洪武五年至成祖永乐初年请刊行大藏经，将宗宝本编入大藏，因此宗宝本就广泛的流传下来。至今对于坛经的版本内容等，虽然多有争论，但是宗宝本一直是明代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第四项，胡适先生的研究所得。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的佛学词典集成，包含了佛学十大专辑，其中第三个是禅宗专辑，在编号006资料夹的第一个档案可找到胡适论禅宗的文章，内容含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叙、菏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叙、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二纪北宗本的六祖坛经等。在坛经考部分提到曹溪大师别传距离六祖慧能大师谢氏不远，可说是实录，而与诸传集坛经不同。他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然后作图来表示坛经的演变史。他认为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实漏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契松不幸上了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在坛经考之二纪北宗本的六祖坛经，把日本京都枯川兴圣寺藏北宗慧心本坛经印本文中，他提到铃木大拙先生告知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宗本六祖坛经，又说契松的曹溪古本，他在前几年就已经证明是曹溪大师别传。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松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慧心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呈上所述，笔者附带要说明的是，林崇安教授曾指出胡适误将曹溪大师别传当成了曹溪古本，但是其实应该是六祖法宝记才对。第五项，黄连中教授的研究所得。黄连中教授的著作是大学宗教所教授推荐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大陆著名学者杨曾文所认同而作序的名著，可知其成就不凡。笔者针对者自找其俗写文字代用字，发现仍有必要进一步参照应顺法师华语集第一册所含的金孝顿黄本坛经来研究之处。
作者在网络上的文章表示，敦帛本六祖坛经是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中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也是坛经历代各种版本中最古与最早的版本。作者参酌各家校注研究的著作，重新细密地考察该版本的各项资料，精确地标示敦帛本六祖坛经版本的各项数据，进行系统性整理俗写文字、代用字等文字校正工作。他的著作是以学术的体例将两本敦煌写本坛经从图版对照、录文、校正文字、校定说明、专有名词的注释、白话解释、翻译与学术问题讨论等七项探讨主题一网打尽，用跨页的方式完整地呈现给当代的读者，所以在文献学方法上深具参考价值。他也强调敦帛本坛经在文献学上的五项学术价值，诸如敦帛本坛经是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写本，具有朴实样貌的。又举杨曾文的著作敦帛本坛经及其学术价值，指出敦帛本抄漏字句较少，这与后来会新本已降的诸本坛经大量改动增修文字，甚至乖离了坛经的原来意旨，敦帛本在文献学上更显其意义非凡。况且透过俗写文字的辨识及校正，可以让敦煌写本从抄写而误及比列二本的错谬印象回复其真实质朴的原貌。作者所提供的五项附录对学术研究与教刊很有帮助，尤其是研究伦敦博物馆藏的敦煌写本与敦帛本六祖坛经的俗写字与通用字、代用字，并且利用对照表来呈现的设计。此外还可找到两篇很重要的论文，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定方法除异，敦帛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与白话译释的方法论。前者提到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文字与内容含有素朴的原型或是流传于民间的形态，甚或是神会仪系流传的抄本，这在文献的学术价值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列举其师潘仲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的四项研究成果，并表示以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效敦帛本的思考进路，有助于衔接过去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校定的工作成绩。第六项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所得。林崇安教授在其所着的《六祖坛经选集》一书详细探讨六祖坛经的祖本还原本，并且提供成书时间年代，例如曹溪本是契松本的再刊本，刊印时间是公元1471年，相当于明朝时期。他强调曹溪原本与宗保本相近的德义本的传法次第，加上敦煌本的古朴文句流通不漏，就可以浮现出六祖坛经祖本的原貌了。林教授在文中指出，第二系统的几种版本都把《法宝记》的书名改为《法宝坛经》，保留了《法宝》二字。坛经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后，共有七种版本的出现。他的独到见解是，把海改动祖本原文
例如将书名增添《坛经》一词，并强调《坛经》的传法地位。此处的曹溪古本就是第二阶段所传抄的旧资料《六祖法宝记》，而不是胡适所说的《曹溪大师别传》。而《坛经》祖本等于《六祖法宝记》成书时间约680-700间。曹溪本是契嵩本的再刊本，刊印时间1471。敦煌本是第一系统的代表作，曹溪本是第二系统的代表作。他也详细比较了二者有关慧能传法段落次第的不同处，并且强调比较曹溪本和敦煌本这二版本的段落，可以明显看出曹溪本中慧能在大梵寺有两篇的开示，而后是于曹溪山开示。敦煌本中则将上述所有慧能的开示都并入大梵寺的第一天开示中，这是这二版本最不同的地方。此外，对于得一本学者看法不同，例如圣严法师认为新发现的曹溪原本其实是宗宝本的另一抄本，而笔者认为是源自得一本及契嵩本。至于黄灿华教授则认为曹溪原本是得一本，而林崇安教授认为是契嵩本的再刻本。他说契嵩本的坛经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重刻，书名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此即曹溪本改为一卷石门，使段落分明。此书收录于名家新大藏经中。另外僧人得意将契嵩本重刊而成得意本1290，另有一得意本重刊的高丽本1558，都将契嵩本改为一卷石门，原内容并无改动。笔者所知现今大正藏是依据高丽藏本而编的。第七项杨曾文教授的研究所得。著名的坛经研究者杨曾文教授在其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一文中介绍坛经诸本的研究和校订情形。他认为现在日本除了有中国明代以后流行的元代宗宝本六祖坛经以外，还有近60年来陆续发现的敦煌本、坛经，以及源于宋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坛经，从朝鲜发现的元代的得意本、坛经等。日本学者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坛经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前文所提到的宋本是指慧心本。他提到日本著名研究者，例如史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博寿、柳田胜山、中川孝等人及其著作。其中宇井博寿提到的敦煌本坛经五种错别字含有相似之物，看着笔者认为现今 CVETA 第48册第2008经作产品经文采用不着心不着境是受其影响所致的。因为史吹庆辉、铃木大拙的校订成果还有使用看心看境的字样，至于松本文三郎、柳田胜山提出的是境境字的问题，与禅法教无关涉。以下论述可谓正。杨教授先谈坛经
的作者和他的形成问题的研究方面，指出从胡适1891-1962首先论证是神会或其门下编造以来，已出现几种代表性的看法，但现在似乎以下述看法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即坛经原本为慧能弟子法海集记，后来几经改编，直到元代宗宝本的出现。从已发现的坛经来说，是敦煌本、慧心本，包括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等，德义本和宗宝本，二者皆属契松本系统。尽管如此，在坛经研究方面还有一些仍需继续解决的问题。此外，他又举出敦伯本、坛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诸如他提到敦伯本与早发现的敦煌本、坛经的题目、编排形式以致字句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某些明显错误的字句也一样，说明二者是抄自同本。坛经敦伯本抄写工整，字体清晰秀丽，而敦煌本抄写杂乱，错讹字句很多。如果以敦伯本为底本，较之以敦煌本和慧心本，便可较堪出现存最古本六祖坛经的善本。接着杨教授在其敦煌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详细介绍日本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与校订成果。他说史吹庆辉发现并发表敦煌本坛经之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铃木大拙、真太郎用送出慧心本坛经进行校刊，1934年出版了校订本敦煌出土六祖坛经。这个校本被学术界认为较好，至今仍被使用。1983年中国郭鹏所着坛经教室也是用这个校本做底本的，但现在看来这个校本仍不完善，不仅缺形，而且由于还有错字，有一些字句仍难读通，标点断句也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敦煌写本错别字太多，无怪乎有人称它既是孤本又是劣本。最后，杨教授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略加说明敦煌本的错别字类型，其中与笔者此次研究相关的是1932年松本文三郎1869-1944发表的六祖坛经的书治学的研究，日本禅学研究第17号指出敦煌本坛经内的错别字有如下几种，括弧内是正字静静。此后与景博寿1882-1953在第二禅宗史研究1941年演播书店刊的坛经考的一文中指出，敦煌本的错别字有五类。三、相似之物加字鬼鸠看者原记。此外还有离作理、立作律的同音或近音互用的情况，参见日本大东出版社刊《敦煌佛典和禅》1980年所载柳田胜山总说，应当指出的是其中不少错别字不是出现一次而是多次，
如姓、姓、迷、名、名、一、于、祖、福、物、无、作、作、知、知、字、白、呆、时等等，尤其如此。陈上所述，杨教授指出，敦伯本虽然也有上扬指出的一些错别字，但数目和出现的次数都少多了。敦伯本的错别字有如下三种情况：一、因同或相近而被误写，如近、近性、性质、知、此、字、作、作诵、诵、磨、磨、报、报、渠、句、知、至、密、密、欠、悬。二、字形相近而误写者，如其、心、差、者、笔、破、圆、去、把、少、小、情、性。三、其他错讹者会世称甚、本、大、心、中心、深言、云。敦煌本中多次出现的姓、姓、迷、名、名、祖、贺等错别字，在敦伯本中比较少见。有一些句子在敦煌本中错别字太多，难以读通，而在敦伯本中没有错误。从上文得知，对敦煌本坛经的错别字来说，松本文三郎指出的近是近之物，与井伯寿提出的看事者之物，而杨曾文教授研究敦伯本后指出的近是近之物，则与前者相同，但是笔者从作产品部分经文出现的人性本净，性自清净，得知应该用净字而非净字了。第八项，黄灿华教授的研究所得。黄教授对各种坛经版本的介绍，主要是提到四种：敦煌本、慧心本、德义本、宗宝本。其中慧心本传到日本后产生了兴盛寺本，以及同一系统的高丽课本。此外，他认为德义本就是曹溪原本，在高丽也有翻课本。至于宗宝本，则提到是将三种版本校订，并且加入弟子机缘部分而成，但是机缘部分与早一年出版的德义本相同。上述看法中，德义本在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成果里显示为弃松本的载课本，而圣严法师认为其实是宗宝本的另一抄本。至于宗宝本与德义本的机缘品部分，应顺法师认为是宗宝本承袭自德义本的。对照上述几项研究成果，黄教授提及日本所见的坛经版本，但是只说了一种，就笔者所知还有真福寺本、天宁寺本、大乘寺本。此外，他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诸如特别如针对神秀仪系后来构成的明心入定、助心看境、观境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仗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但是这种看法与应顺法师的看法不同，在《无证之辩》的文章就认为六祖所评论的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所以当然是有可能的。除上述四本外，黄教授也提到弃松本，内容如下。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译本，如宋弃松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句以孝课的三卷本，以译及其一种。总之，坛经是与经增减篡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有关还原，
盘经原貌的做法，多位学者如杨岑文教授、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何兆清教授等，以及应顺法师都有表示看法，可在相关内容找到。第九项，林光明教授的研究所得，号称全世界第一本依教定过的敦伯本所做的音译本《敦伯本六祖坛经及其音译》。该书在正式进入音译之前，先简单说明了敦煌系统坛经的历史与现状，并介绍了所有坛经的音译本。林教授指出，在目前二十几本音译的坛经中，除了陈荣杰教授本与严波斯基教授本是敦煌本以外，其他都是宗宝本。接着他对六祖坛经的各种版本做比较，认为现在最流行的六祖坛经是宗宝本，它大约定型于西元1291年，共有 19,978 字。目前学界推论，现存的最原始也最接近原型的坛经应该是敦煌系统本。敦煌系统本有二种，一是敦煌本，二是敦伯本及敦煌博物馆本。前者书写较差，额略字较多，且内容缺了不少字；后者抄写工整，额略字较少，且内容较完整。因此后者的可以解读性较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长杨岑文，现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坛经多年的世界知名学者。他在取得敦伯本资料后，参考所有坛经相关资料，校对出一本敦煌博物馆本《六祖坛经》，是所有同类著作中最早出版且内容最好的版本之一。杨校敦伯本只有 11,566 字，比宗宝本精简很多。第十项，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所得。林教授提到，坛经文本与作者和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法统或者如西方禅学研究者所说的正统性的欲望，是不断通过制造改写文本来进行的，这是关键，也正是不同坛经版本研究中非常有意思的方面。这一攀龙附凤式的运动，使得本来就已模糊不清的坛经原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此外，推测坛经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度是敦煌本与其他诸本以及禅学流派的关系，由此试图重新检讨坛经版本的演化历史。至于胡适对坛经作者的质疑，则引出学界教界如钱穆、应顺等对坛经乃至禅宗史进行新的研究。胡适认为，坛经根本不是慧能的法语记录，而是神会的制造。而且他相当肯定地说，敦煌本坛经是最古本。这种把敦煌本视为古本坛经的看法，虽然缺乏严格的历史学论证和充分的资料说明，却也促成在后出的坛经研究中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坛经传本，这或许能解释后代坛经其杂多样的某些原因。另外，潘仲圭的《
敦煌谭经新书，邓文宽、荣新江的敦伯本禅及录效，则以敦煌学的角度及方法来整理谭经。邓荣经由敦煌出土的谭经抄本发现，其实敦煌已有不少谭经抄本流行，不同时期的谭经恰恰保留了禅学发展的历史记录，这正是反映出禅思想史的最好材料。谭经各种版本的传法记载，都是禅宗后代学人逐渐增补的。谭经的历史也正是禅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承上叙述，有关敦煌本是现存最早却非谭经祖本的说法，笔者发现黄连中教授是主张敦伯本才是现存最古的写本。从上述相关研究的回顾，笔者获得的心得以图片表示如下。附图一，六组谭经版本研究，采用类似组谱的方式记录表达。一，经文用字问题的研究。第一项，胡适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胡适论禅宗》的《神会与六祖谭经》一文中提到，定慧品坐，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此种禅出自北宗门下的古迹，又可知此种博弈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博士普济的话。至于经文文字辩证，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谈论看心看境，而且明确指出其错误，内容如下。明藏本以下的定慧品坐，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而下文做产品的看心看境都误作者心者境，这是执着，绝不会有人教人执着心执着境。唐人写经静静不分看着易混，故上文看心观境不悟，而下文者心者境是误写。经取神会语录效之，便可知经本错误。胡适论禅宗错认神会造了谭经，又认为谭经中对北宗禅法的博弈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博士普济的话。这些见解都遭到应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及《无证之辩》两本著作中推翻其谬误。但是对于做产品的看心看境的文字辩证，两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因为应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的华语集第一册在第五项的经效敦煌本谭经里面有敦煌本谭经效刊记，也是更改者心者境为看心看境的。第二项丁福宝的研究成果。丁福宝六祖谭经兼著做产品第五辩证俗本指流通本宗宝本内容的者心者境之非实，前贤丁居士的见解很深刻及铿锵有力，真是令小后学中心佩服。笔者仅供录于下。俗本皆误作者心者境，敦煌唐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答看即是望，无望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无垢即无净，净亦是相，是以不看。按北宗人皆教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
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境，辟之。注：原文标点符号只有顿号与句号，笔者依照新式标点符号改之。净空法师在其广播文字稿《六祖坛经讲记》第一集曾提到，丁福宝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其中被后人所篡改处很多。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宝兼注本，由此可知这本书很受肯定，所以笔者认为上述有关北宗禅法看心看境的部分，可用来证明六祖反对北宗属于造作主张的枯坐式禅法。丁福宝《六祖坛经兼注》兼经杂记十四第十三到十四页有专门讨论看心看境的意思，也可以作为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应该是看心看境而非者心者境的最有力证明。内容如下。问：北宗之提倡看心看境如何解释？答曰：宋邹志完于于十二时中，看自家一念从何处起及检点不放过，便见功夫，此即看心之说也。神秀记时时勤拂拭，此句属于看心，不使惹尘埃，此句属于看境。问：除作产品外尚有看心看境见于别品中否？答曰：见于定慧品，有人教作看心观境，观之与看，境之与境，皆通借字。又见于顿见品，诗曰：注心观境，是并非禅。看心则心有所注，观境即看境。又附主品，汝等圣物观境，凡三件。按原书标点符号大都使用句号与顿号，今依新式标点符号改正之。呈上所述，可知前贤丁福宝居士国学造诣深厚，研经精研，表示除了做产品出现的看心看境以外，还可从定慧品第四、顿见品第八、附主品第十找出相当于看心看境的文字，而用来证明经文采用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第三项，应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应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的《无证之辩神会与坛经》内容是评论胡适误认坛经为神会所作，提到看心看境的渊源，例如什么是看心看境，这也是渊源于道性今五祖弘忍而大位发展起来。如杜窟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素念佛名令静心。自弘忍以来，念佛静心看心看境成为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如传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传为神秀所制的五方便第一离念门，都是这样，这都是慧能生前的事。在上面的引文中很清楚显示了看心看境的字样，所以有关前文提到的黄灿华教授的看法，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明心入定、注心看境、观境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仗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这件事
应顺法师就引用杜窟所传的《传法宝记》来证明六祖所评论的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所以当然是有可能的。又认为在《神会语录》出现的“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四句诀，虽然是神会一再反对的，而《坛经》却没有批评这四句。但是慧能与法如神秀同门，不可能批评普济，难道不可以批评法如与神秀时代的禅风吗？就算是神会抨击北宗普济的话语，其思想也是承袭自六祖的。以上这种看法是不同于黄灿华教授的，而笔者也是肯定有看心看境这种经文的。应顺法师佛学著作即是佛学研究很重要的资源，其中中国禅宗史第一、二、四、八章有很多内容提到看心看境，而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有很多笔者没想过的问题，但是笔者注重的是禅法与悟法解义以及依法修行。其他著作有提到看心看境的，还可在《净土与禅》一书找到。《坛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看心看境只是离念门，无一物，是大菩提树依此开花成果。在永光集找到《坛经》所批评的叫人坐原文坐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正是这一行三昧的方便常坐念佛静心。另外在华语集第一册的金孝顿黄本坛经顿黄本坛金孝刊记属于做产品内容的部分，则更可提供本论文看心看境之辩证的参考。他认为明藏本宗宝本可以用来改正顿黄本之脱误。书中要点如下：通行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编号2008，本为明藏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迟一些，次第广略不同，然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顿黄本之脱误的。在经文校正方面举出要一明本补或改及调整重组甚至删去等四个主张。原书内容如下：校正的有四，坛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自行相近而悟的，如虚顺传复原无记等，都依据意义改为常用的正字，注明一明本改或精改。在同一章内同一错字的改正，以下的在字下加万，不再注明。三到乱的并注明一明本改正或经改正。四眼文一概删去，并注明一明本删或经删。从上叙述可知，不同版本的坛经可作为参照比较校正之用，而校正工作可说姿势体大，关系是人法身慧命，不可不慎。
所以应顺法师也示范了佛教学者的谨慎态度与风范，从书中这段话可知。不过谈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每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佛教道场有书记在负责寺内外交通往来文书的工作，笔者以为也许各道场的书记文笔造诣水准优劣不齐，经过不同时空的禅宗发展，甚至可能与佛教法难的威胁、避讳或者其他的风俗等因素，而造成用通同字、假借字或隐藏一些字变成经文脱落的事了。第四项，潘仲圭教授的研究成果。潘仲圭教授在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的序言第十三页归纳经文字体规则提到，我把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等条例。该书在第六十七页第五行至第六十八页第七行，是敦煌本坛经校记有关做产品的部分，开始用的是原部折新译部折进，但是后面都未出现折字，而是一律采用看字。如果依照读者看经文脉络发展的方式来演绎叙述，则该品应统一采用折字，才能配合文意。结果这竟然是大正藏第2008经纸本与网络版所做的。这也许是受了日本学者例如宇井博寿在1942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第二禅宗史研究坛经考》所影响而产生的。他影响到的是看字，而其他学者影响到的是静字。前文版本研究部分第七项的内容可供参考，稍后将在经文用字问题的第八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再详论。因为台湾的新闻风出版公司发行大正藏影印版本，时间大约是在台湾光复后的民国38年了。笔者也查阅了第2007经网络版，这是 CVETA 提供的电子佛典，发现潘教授是遵照第2007经，也就是敦煌本坛经的内容。因为潘仲圭教授对校订经文的原则做了如下的表明，关于校订文字的过程，我以大正藏本为底本，写成《敦煌坛经校记》一篇，说明校订坛经的根据。从上述内容可知，大正藏人有需研究校订的地方，如果再参考《杨孝敦国本坛经》及其音译本文第122页来做校订，那就可确定做产品部分的经文应该是看心看境了。因为2009年发行的新式标点版也尚未更正，笔者论文即针对此处做追踪研究，并且比对2009年版 CVETA 电子佛典及大正藏纸本第48册做产品，详细讨论将在第二节呈现。潘仲圭教授在所着的《敦煌坛经新书》的序言第五到第六页提到，过去读坛经的人大多是以明藏本位为一通行的读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写本发现了日本的兴盛四本、大乘四本出版了，
谈经的研究才进入了一新的阶段。谈到敦煌写本谈经，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编号为45475，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按原本不分章节校订，编入第48册。日本学者铃木真太郎、宫田连太郎分章节的校订本刊行后，并收入民国普惠大藏经，流通形式余数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写本，亦为北京图书馆藏8024号写本，首尾不全，亦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任子遗本，亦为旅顺博物馆原藏大古光瑞本。大古光瑞本下落不明，但日本龙谷大学藏有照片。任本虽尚未公开发表，我手边有向达先生手抄本，所以均可取供酬效。由于敦煌写本的文字与后世的书写习惯颇异，历来都认为是抄写的讹物。有关向达手抄本，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到敦煌考察古写本经典时，向任子怡先生借他所发现的古写本来抄写所得的。笔者从维基百科全书网站找到相关的令人欣喜的资讯，就是周少良在《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的赠序中提到，他在1986年发现敦伯本坛经，任子怡就藏本的经过，还说到他将伦敦藏本照片进行对刊，结果发现错落掩误的地方大多得以不正。所以过去研究者依据伦敦藏本加以臆测、考证、定补的地方，都因此而清楚明白，不用再多讨论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合敦煌本、敦伯本以及第2007、2008经两经而得的作产品经文较佳，都采用看字以配合较古朴未经后人论释过的内容位移，也更可吻合南北宗人禅法差异的史实。第五项，黄连中教授的研究所得。黄教授多年来的研究是很仔细、很辛苦的，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例如，他在《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译文中，提到他对《坛经》现存或已知版本的观察，发现从会新本以后的文字部分大多没有文字歧义的问题，因为那是经过精心的编辑、修改与增补的过程，当然在内容上也就离开了当年所谓法海和尚集记的版本。特别是在宋代刻版印刷流行以后，版本的差异已经不大。有关经文用字校订的情形，黄教授强烈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厘定敦煌两本坛经中各种字体的使用情况，使其归入于适合现代阅读与流通的体系，让今后敦煌写本坛经的阅读者不再因为文字纷杂错谋而产生困扰。所以他辛苦制作了敦煌两本六祖坛经代用字对照表，里面有详细的归类及整理，包括敦煌写本的俗字、古今字、通鉴、通假字、一体字、同义字等。另外，黄连中教授主张坛经做产品经文应该使用不着心、不着境的原因，
笔者发现在其一篇重要文章《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除异，找到了线索，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附带要介绍的是与帛本《坛经》的发现报道，相信将来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后续研究必大有助益。详细内容如下：中评社北京2010年1月30日电斜线光明日报报道，坛经写本在旅顺博物馆收藏了近90年，但学术界一直以为其遗失了。2009年12月，旅顺博物馆在全国善本普查中，专家对此进行了重新认定，确认与帛本《坛经》就是学术界认为遗失多年的由大古探险队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坛经》写本之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据卷尾题记之其抄写于后周显德五年即位年，是敦煌本《坛经》中唯一有抄写年代者，且与帛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冯慧庄装帧形式。此外，与帛本《坛经》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这在散存于世界各地仅有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写本中是仅见的，因此此卷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上述报道的原文全文得知，显德五年应试，显德六年知悟，显德为五代后周的年号，显德六年是公元959年，距离六祖慧能入涅槃已200多年了，但与帛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冯慧庄装帧形式。现存的敦煌本《坛经》五个写本之中，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077号，首尾完整，字迹清秀，就是黄连中博士最称赞的敦帛本《坛经》。至于报道内容提到的旅顺博物馆发现的《坛经》，由首尾完整的两部经典组成，除了《坛经》之外，还包括另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佛经《大辩邪正经》，这是有待后续研究的。第六项，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林崇安教授在其所着的《六祖坛经选集》一书详细探讨《六祖坛经》的祖本、还原本，他主张采用看心看境，可参考该书第68页。第七项，杨慧南教授的研究成果。杨教授的大作《道性与神秀之禅法的比较》兼论慧能所批评之看心看境的禅法，是目前笔者所找到的学者文章中最切合论文题目的。他引用很多原点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论点很明确，实在是笔者学习的最佳典范，也是给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参考的最佳文章。有关论述的详细内容将在第四章呈现。大正藏纸本集聚已产生的网络电子佛典，长期以来领导着学术界，甚至影响出版界及历世代的学佛民众，实在是值得现今世人有识之士及出版界弘法者共同来重视这件事的。第八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从探讨历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发现日本学者研究结果与胡适、
丁福宝及应顺法师的见解，在看与静两字方面是相反的。笔者将之列举如下：日本学者认为是勿将者字抄成看字，又勿将静字抄成静字。中国学者认为是勿将看字抄成者字，又勿将静字抄成静字。上述有关日本学者的看法是依据以下的内容而来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有提供杨曾文教授的两篇重要文章，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敦煌本坛经的学术价值，先后谈到坛经诸本的研究和校订，未能与坛经的研究成果，然后列举了松本文三郎与井柏寿与柳田胜山等人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列出错别字的种类与物正字对照，然后加上自己对敦博本坛经错别字的研究成果，部分内容在前文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第七项已有列出。在慧能语坛经的研究方面，他强调居泽大学禅宗史研究在1978年发表的《慧能研究》一书，大修馆书店版有对曹溪大师传及其他各种传记的18种资料，六祖坛经、金刚经解义传为慧能解义进行研究，并且用五本校订和训注，曹溪大师传也对坛经做五本对校，在研究慧能语坛经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此外，杨曾文教授还介绍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松本文三郎1869-1944是最早从事坛经研究的学者之一，所着的《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的研究》一书1913年被叶书院指出，《金刚经》对初期禅宗和坛经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而与井柏寿《坛经考》第二禅宗史研究有对十几种本的坛经进行考证，并且认为敦煌本虽不是最早本，却是现存本中最古的，是各本坛经的基础。但是笔者所知是敦博本发现后就改变了。至于明洪武本1373有朗简的序气松的坛经赞，但是正文与流通本不同，或许是气松本的翻刻本。另外，日本发现的大乘四本与兴盛四本都是慧心本修编本的一本，而德义所找寻的古本可能就是指慧心本。还有柳田胜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详细的考察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等，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相互影响的结果。又在语录的历史中明确的讲，敦煌本坛经最初是师徒间传授的本子，而到慧能的第三代弟子悟真时重加编撰，在编写中依据了神会的坛语，又吸取了金刚经特别是梵网经的思想。最后提到中川孝在六祖坛经译注本的解说中同意胡适的见解，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弟子所编，并为此进行了论证，但是此种见解与应顺法师的不同。
第二节查证与两方论证。因为日本佛教学术界在文献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而且笔者也得到师长指导要参考《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六祖坛经第一节五本对照六祖坛经，在看到内容后颇有同感，对于师长的热心帮助真是敏感无内。以下是探讨、比较、分析的过程与心得。由于敦伯本《坛经》与敦煌本大约同时，又是抄写字体较工整之善本，所以笔者想查看做产品部分是否使用不看心、不看境呢？经查对潘仲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所附的引本资料，以及黄连中的著作所显示的校刊比较内容，得知确实是如此的。日本较早的抄写本大乘四本也与敦伯本系统相同。日本人所着的《慧能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六祖坛经第一节五本对照六祖坛经第一项是用所谓非善本的敦煌本，如果改用敦伯本，那就一开始都是使用不看心不看境了，而且从搜寻大正藏与万星转续藏经甚至藏外典籍的资料库，发现有好多笔不看心不看境的参考资料，经过比较禅宗典籍发现可用来证明禅宗北宗看心看境的禅法，由此更可证明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原本是用不看心不看境的。虽然在《慧能研究》一书第297页的五本文字对照比对，第一眼会看到除了大乘四本以外，其他的敦煌本、兴盛四本、德义本、宗宝本都是先出现者心者境，但事实上并不是四笔一就能以多取胜的，反而是大乘四本的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是合乎北宗禅法及坛经定慧品做产品部分经文的文脉发展的。至于敦煌本采用不着心不着境，但是只出现一次，可能是因为史崔庆辉在伦敦博物馆发现古写本后，依照早已传抄错误的古写本原状，加上知道佛教教义不可有我执法执，所以校定时尚未更改的，其作品收入大正藏第48册并未分章节。但是他对敦煌古写本的看法很严格，认为属于非善本，内容充斥着错别字、假借字、通用字、古体字、异体字、略体字等，而且还有古代当时人口语的语法，这对于既非禅宗研究地利之变或非汉字专长的日本学者来说都是研究上的诸多障碍，尤其折字看字的古体字，从教育部提供的国语词典网站的古体字发现两者相近均有木字的部分，这是很容易造成误判看字成为折字的。尤其对于知道佛教教义不可有我执法执，但是对于中国禅宗典籍没有机会广泛研究了解的人，就会认为经文是不着心不着境才对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依义不依语所得的结果。从学者的论文得知史崔庆辉的研究著作尚且使用
看心看境的，甚至铃木大拙的校订敦煌本作品也是如此的。因为大正藏第48册第2007经敦煌本坛经在六祖教室坐禅部分，虽然一开始出现不着心不着境，但是后面都使用看字而有看心看境即看心看境，而且出现频率很明显的较高于前者。但是到了影响后世与佛教学术界深远的宇景博寿的著作，却认为是者心者境了，这是从其教刊《敦煌本坛经》的作品得知的。要附带一说的是，中日学者对于看心看境或是者心者境的看法正好方向相反，因为中国学者如胡适与丁福宝居士法师，如应顺法师，都认为流通本的不着心不着境是古代抄写经典的抄经手抄错了，原本应该是不看心不看境的。笔者研究后认为，日本学者可能受到敦煌本影响导致误判的情况下，对正确的抄写本的大乘四本所使用的不看心不看境也都否定掉了，甚至崇拜学术界权威宇景博寿而接受了不着心不着境的看法了。因为其他学者与杨曾文教授提到的是境是境之物，与北宗禅法教无关涉，这对于外国人的日本学者来说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因现今日本出版的大正藏及电子佛典已成国际佛学界使用的范本了，所以要确保经典所含的中国古圣人本意，就要深入研究探讨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纸本或2010年版电子佛典在第48册的第2007经敦煌本坛经做产品，还是使用不着心不着境，但是接着相关处都使用看字，笔者发觉经文用字遣词不一致，而且也不合乎后文解释前文的文意脉络。从居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250至396页可得知，日本人之比较坛经五版本敦煌本、宋代慧心系统的大乘四本、兴盛四本、宋代契松系统的德义本、宗宝本的文字有表格，是五本坛经对照教刊的内容。现今可用大正新修大藏经及万续藏资料库输入慧能或慧能或六祖搜寻。六祖坛经大乘四本是誊写本，其作产品全部都用看心看境看心看境，而未用者心者境者心者境。笔者研究后发现，这与丁福宝居士、胡适先生、应顺法师、演培法师、慎应法师、新应法师、唐义玄教授、杨慧南教授、林崇安教授、游祥周教授、张宪生教授、中国大陆的杨曾文教授、日本的铃木大拙教授等的主张相同。经查看大乘四本是抄写本的内容得知，发现以下事实相当于宗宝本的作产品首段部分页297至298自始至终都采用看心看境，而且较早期的三本即敦煌本、
大乘四本、兴盛四本，在相当于宗宝本的定慧品部分，都是使用看心看境的，都在第294页可找到。但是在第295页兴盛四本的教刊记录却主张者心者境才正确，这或许是受到与景博受影响的吧。其次，气松系统的得意本、宗宝本则都使用看心观境，都在第294页，而唐代的静字语静字通用，所以从定慧品到坐禅品的文艺脉络发展来说，笔者认为不看心不看境，正是1300多年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慈悲护图而评论北宗禅法看心看境之非的圣言。从应顺法师所着的中国禅宗史得知，敦伯本的发现推翻了敦煌本是天下孤本的结论，将两本互效有助于对慧能和禅宗做进一步的研究。最近一年，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VETA 网站公布了电子佛典的教刊成果，笔者看后发现以第48册的第2007经敦煌本坛经更正文字的地方最多，可知学术界或是佛教界还是持续关心着电子佛典内容的正确性的。行文到此所得到的结论是，胡适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门下所作，而契松所见的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前者已被应顺法师推翻，后者依林崇安教授研究得知，曹溪古本就是第二阶段所传抄的旧资料《六祖法宝记》，而不是胡适所说的曹溪大师别传。契松本坛经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重刻，书名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此即曹溪本。在由维基百科全书网站得知石景修道的《六祖坛经译本系统图》，认为法海原本即《六祖法宝记》最原始的坛经原本。此外，明朝以来流通最久的是宗宝本、流布本，而黄连中教授认为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写本是敦伯本，坛经只有11000多字，而宗宝本将近20000字。做禅品经文，不看心，不看境，才是正确又符合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至于大正藏电子佛典使用不着心不着境，是受到少数学者误导造成的，经由研究日本居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六祖坛经所提供的敦煌慧心气松三个系统五种版本经文对照，在参考黄连中教授的研究心得，可证明经文改编是从慧心本改编坛经经文加以分卷分门整理，以及该系统的兴盛四本教刊看心看境成为者心者境开始的。当事人可能只以理入而未考虑事入行入，未能理事圆融来处理斟酌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用字的重大问题，造成只以佛法义理来直接判断论定是非，而未能对北宗人看心看境的禅法史实负责。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他提到伊德义的序文所见的坛经后人劫掠太多，
可能是只会心本而说的。至于得意的至原本，与会心本相比，显然是文句增广了。至于在教刊方面，兴盛四本教刊后的附记是在第295页，是相当于宗保本的定会品的部分。发现附注写着中日文原本看新看近天部者于以下空白，下文此门作禅缘不着心意不着境意，不是不动以上此文所破意，又感有日文字母，故者心者境不动不起云莫书。从上述可知，经文的看心看近早已被主张改成者心者境。从教刊角度来说，日本学术界应以五种版本中最早的敦煌本作为依据而尽量求同，所以做产品经文应该采用看字来配合定会品到做产品的文艺脉络发展。再说较早期的敦煌本，大乘四本是以看字为主的，而较晚期的德义本、宗保本才是以这字为本。2010年11月29日，笔者将两方论证过程整理后，发现加上北宗禅籍就可证明，谈经做产品经文用字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正确。以下是研究过程记录。2009年6月4日记录。A. 问题与两方论证。含两方论证，潘仲圭老居士所编的《敦煌坛经新书》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者心者境，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者心者境？金刚经、六祖坛经多用见字而罕用看字，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字33344项，看字8641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附图一二。若与禅观或四念处的观心无常，或是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有关系，那么为何不用观字？而且手抄本看字者字很相似，为何不防范后代读者误判呢？神秀所着的观心论是笔者目前唯一发现使用观字的例子。潘仲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者心者境，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者心者境？90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者心者境，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探讨出现比率者字共74928项，前面之文有图可参考。一、金刚经中佛陀的教诲得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而且其他佛经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佛法是要打破现象界的分别观，故有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之说。由于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不应者心即者境相。
禅观常用的动词是什么？若是类似看画禅的看，则看心的看字读音不是第四声而是第一声，而且意思变成类似看管的看护守护此多变之心，因为三心皆不可得，所以如何看护此多变之心呢？值得看护吗？所以不应看心即看境相，应该是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而不是如同观看刹那变化的影片影像的观看法，因为那会是更疲劳的，心动疲劳，如同《道德经》所言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楞严经》也说，三缘断故三音不生，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这好比遇到不如意事时，应该转念而不是执着那种困境状况，所以不应看心即看境相。看心即看境相，此种想法是否受到儒家三省己身、检点身心的观念影响而有？大概是受天台宗止观禅法影响的吧。可参考归峰宗密禅师所着的《禅缘诸全集都序》，探讨禅教一致及演变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根源，与唐代佛教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是要吸收在的中华文化原先的儒家道家营养而成长的。2010年9月1日记录，初次从佛经经文教导世人须知者心者境是不对的来想，所以依照这个消文解读经文的逻辑，认为该段后出的字应该用者字。综上所述，可知从文字训诂及文脉的义理诠释来讨论，笔者最初以为是者心者境，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读得通顺的，应该是看字才对，因为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看心看境之资料，可查会阴宝剑类似手写字及教育部国语词典网站之一体字，证明是否古代者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所以造成抄经生物抄成看字了。
Underscore 使用者心者境的有力支持者，宜新文风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VETA 出版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三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李绅释义，底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四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的《禅藏语录部》所含的《六祖坛经》做产品采用者心者境第37页倒数第五行到第38页第二行。五龙藏第131册此土著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做产品采用者心者境即藏道也。六净空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九年四月一日号档案提及坛经开顿教之门五宗之所自出流通1300多年遍及海外，是以版本很多，丁福宝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其中被后人所篡改处很多。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宝兼注本，提到者心者境是错误，应该是看心看境才对。以后也曾经见过七种不同版本，其中以普惠大藏经曹溪原本最善，此次宣讲依曹溪本为主，并参考流通本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及敦煌本。2009年6月5日记录净空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做产品采用者心者境是采用气松本系统，在明朝末年重刻的曹溪原本，笔者认为是得一本的载刻本。2009年4月29日记录。B 另一方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使用看心看境的有力支持者，宜丁福宝所做的六祖坛经兼注用看心看境说明原因，提及俗本误作者心者境敦煌堂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答看即是望，无望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无垢即无净，净亦是香，是以不看。按北宗皆教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境辟之。二研究今孝顿煌本坛经应顺导师的著作华语集第一册第五项今孝顿煌本坛经孝刊记在坐禅第五经文中有关看心看境或是者心者境知识，他主张用看字原本作者经改与大正藏电子佛典用着 B
比较相近而小异于敦煌博物馆任子怡抄本用看之处。三眼培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用看心看境。四唐义玄教授校订本的《六祖坛经》用看心看境。五杨孝敦博本《六祖坛经及其音译》第122页内容标题坐禅不折心不看境。六成上铃木大桌孝敦煌本相似于潘仲圭老居士所编的《六祖坛经》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者心者境，也许宋代会新本产生后就有传抄错误了，因为最新发现的五邪本敦博本是用看心看境的，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122页铃木大桌孝教敦煌本用看心一次，看境两次，依照伦敦博物馆发现的考古资料，敦煌写本呈现的文字就是看心看境，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者心者境？可能是古代抄经生抄错一次就不敢再错下去了，就照样抄写看心看境了。民国90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者心者境，但是定慧品还有出现看心观境。七成上杨孝敦博本全部采用看心看境，第123页内容标题坐禅不着心不看境。零音译 In meditation, neither become attached to mind nor contemplate purity. 在深思中既不是变得依恋伴随执着于心，也不是思索沉思冥想纯洁，将看自解释成思索沉思冥想，禅是禅那之简称，原意是静虑静似止观定慧。八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任子怡抄本含新式标点符号，而潘仲圭老居士校订新编的敦煌坛经新书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2007经为底本而用看心看境。可能是看手抄本结果因字形相近而误判，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副手抄本影像，其内容大致全同于张先生输入的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任子怡抄本，但第一次用者心者境之后都用看心看境，如此造成读起来文意前后不通，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读得通顺的。九网路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任子怡抄本，由张宪生输入主张用看心看境，2009年下载所得，内容大致全同于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一卷，但有部分错别字已更正。http://blog.tcu.edu.tw up 等于 view article and articulate 等于1031 n blog id 等于123。张先生注明内位正确字到底是根据什么书改用看字，可能是参考潘仲圭老居士校订新编的
敦煌坛经新书，也可能是参考周少良所编的校订本。 C 查证。查阅大正藏会阴宝鉴，类似手写字者或是教育部国语词典网站之一体字，证明古代者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所以造成读者误判成看字。而经文教导世人须知者心者静是不对的，所以初次依照这个消文解读经文的逻辑来想，则该段后出的字似乎应该用者字，可能会综上所述认为从文字训诂及文脉的义理诠释来讨论，应确定为者心者静，又找到有力支持者。 CBETA 出版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但是经过笔者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及《万续藏》资料库，发现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看心看境之资料，所以应该是看字才对。2010年9月1日，《楞严经》中阿难七处真心看心，佛说心不在内，意不在外。经中有中国祖师加上的，例如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笔者学佛得知《楞严经》劝人勿在缘起法里打转，应从如来藏性直接下功夫，五蕴也都是如来藏性，物质与精神全都是同一如来藏性。佛珍惜所有的生命，因一切生命是清净心引现出来的，实相是无相无不相的，身心是不相离的。第小节，依一贯道道场所用由台南市东门路据书局所出版的《六祖坛经先天解》，采用看字底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采用看字的理由何在？而且仅就文本提供的文字来解读，则其解释似乎不易配合文脉。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底本用宗宝本而采用者字，可能是依据 CBETA 发行的电子佛典的。二，据书局所出版的《六祖坛经先天解》出版于民国77年11月，笔者早期买的就是这一版，是使用看心看境。而佛经电子版是采用民国90年代后期的，此期间是否网络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已经校订更改过了。最近买到的《六祖坛经先天解》是出版于民国96年5月的再版本，但是仍然维持使用看心看境。是否学界早已发现此一问题，而经过讨论定案而确定采用者心者静了？三，也许是与井柏寿的著作认为应该是者心者静，而早就造成误导大正藏的经文了。因为一般学佛者初次从文义来解读，似乎都会认同是现今使用的网络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最合理，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底本用宗宝本，而其内容吻合上述的网络版大正新修大藏经。
四比较大藏经经文，只就做产品的部分来说，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第2008经的经文全部采用者心者境，但是第四十八册第2007经者心者境只采用一次，之后都用看心看境，如所附经文。南宗顿教最上大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敦煌本2008年版，做产品部分之经文。善诸时，此法门中坐坐禅缘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言动，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缘是妄，妄如幻故魔所看也。若言看境，人性性本性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性境，不见自性性本性，心其看境，身境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是妄也。境无形相，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张障，自本性性被净覆。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幻视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境，是障道因缘。括号内自是彼者就佛法义理及自义根正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2008年新式标点符号版，坐禅第五。师释众云，此门坐禅缘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缘是妄，知心如幻，故魔所着也。若言着境，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者净，身净妄，妄无处所，住者是妄。境无形相，立境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被净覆。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者心者静，即障道也。五网路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任子怡抄本，由张宪生输入，主张用看心看境。六教晚出版的书或是电子佛典都采用者心者境，但为何同样是电子佛典，而南宗顿教最上大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为全部一律改用者心者境？ CBETA 2009年5月公布的校订经文之资料以2007经的最多，但该经有关做产品内容仍维持上述情况。综上所述，得知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做产品经文应该是此门做禅缘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是不动。附图一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字33344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附图二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看字8641项。2008年版
大正藏资料库、金刚经、六祖坛经多用，见字而罕用，看字见字33344项。第三节结论。著名学者钱穆教授、杨曾文教授与应顺法师对《六祖坛经》作者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是反驳胡适谬论的重要论点。其内容摘要如下：1930年，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附有论文，菏泽大师神会传提出，坛经是成于神会或神会一派之手的结论。胡适指出，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的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愚者不得，所以坛经是神会杰作。钱穆的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一文反驳胡适的《六祖坛经乃出神会自由捏造》的意见。胡适的这个观点为应顺法师所驳斥，错误的根源在胡适不知敦煌本《坛经》成立的过程，而误认敦煌写本为《坛经》最古本。应顺法师并于1971年出版《中国禅宗史》。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坛经》的基本内容代表了慧能思想，同时其中可能也有后人增益的成分。杨曾文《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中强烈地指出，坛经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编录，既非神会或神会弟子所作，也没有可信的证据是别的什么人所作。有关坛经做产品部分的经文研究，笔者的心得记录如下。1932年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著作《六祖坛经的书治学的研究》指出敦煌本《坛经》的错别字类型，其中包含近世近之物。1942年宇井博寿《第二禅宗史研究》所提供的敦煌本《坛经》错别字五种类型，可得知相似之物就包含了看者，他认为看视者之物。以上两人的说法比对北宗禅法典籍就可知是错误的。铃木大拙校订《坛经》的著作还有使用看心看境，但是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以及现今电子佛典第48册第2008经都使用者心者境，但是定慧品还保留了看心观境的看心。然而第48册第2007经不但做产品的部分还保留看心看境，甚至连定慧品的部分也都使用看心看境，而不是看心观境。总之，先在定慧品部分出现看心看境，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者心者境，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看心看境了。至于做产品部分的共有三组，其中一组是看心与看境分开的，可参考2010年12月08日搜寻六祖坛经经文看心看境，比较其他典籍而证明的截取荧幕图片档。附图三，先在定慧品部分出现看心看境，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者心者境，
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看心看境了。有关谈经古写本或刊本发现时间地点，笔者所知的如下：敦煌本，1926年史吹庆辉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发现。敦伯本，1935年任子仪在敦煌千佛山发现。敦伯本任子仪旧藏本，1986年周少良在敦煌博物馆发现。吕伯本谈经，2009年12月旅顺博物馆在全国善本普查中重新认定。兴圣寺本，京都觉川兴圣寺1153年刊本，但是比大乘寺本先发现，会新本系统。大乘寺本，京都石川大乘寺1116年刊本，会新本系统。日本居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显示五本谈经对照，其中兴圣寺本的校刊造成定慧品部分经文看心看境，被校刊成者心者境。如果大乘寺本先被发现，也许学者会习惯用看心看境，而且校定兴圣寺本时会列入考虑吧。笔者认为经文看心看境被校刊成者心者境，是受了1941年与井柏寿第二禅宗史研究的谈经考的影响，因为该书所列出的敦煌本谈经五种错别字之一的相似之物，就包含了看事者之物，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会影响到现今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的经文采用者心者境了，因为现今研究六祖坛经或是出版流通大都依据大正藏，所以其影响是全球全人类的，希望学术界能注重此事而更正才好。此外，五本谈经对照为何用较晚的兴圣寺本来校定，而改看心看境为者心者境呢？是否因为兴圣寺本比大乘寺本先发现而造成的又早多少年发现呢？从杨曾文教授敦煌本谈经的学术价值一文得知，敦煌本因错漏字太多，现通行的校本虽具会新本等做了大量修补校刊的工作，但还不完善，仍有许多读不通的地方。对谈经的形成和诸本的演变还应深入探讨，对其中涉及的人物历史事件禅法思想等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六祖坛经是研究慧能及其所创立的禅宗南宗思想的基本文献。敦伯本的发现推翻了敦煌本是天下孤本的结论，将两本互效，将有助于对慧能和禅宗做进一步的研究。呈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参考大乘寺本，就可改者心者境为看心看境，而合乎北宗禅法的史实了。